啊，不舒服呀！肚子疼，得赶紧上厕所。你揣的啥呀？给我站住！我滚你！你这是什么货？给我站住！干啥呀？大林，快跑！别动！老二呢？我还偷东西啊！包呢？包呢？这啥呀？啊？我都拉肚子了，走。 金娘子，都登记好了，检查一下了。你老惦记这烧饼，那药、烟，不比那值钱、啊？哪算谁个值钱哦？来来来，你看，人民币小，看到没得？啊，<笑>你这招行啊！信啥子嘛？还不是拿给追娃子一锅端了？也就是睡太死了。哎，是是是。你说你拿这么多现金干什么？啊？ 我是倒哈成啊！这提亲的，这个是给老张的老张妈的彩礼钱。你把那钱揣一下，这人多眼杂的，你再给整丢了。哎，你说好了，我这儿没啥事儿，你可以回去。 这可不行啊！这犯错误了。哎呀，我有工资啊，不用这样。哎呀，不是的，警察哥哥，我就搞误会了。我不是要把这个东西送给你，我是喊你啊，帮我揣多一下。来，你等等，你揣我身上干啥呀？揣到你这干安全噻？那个追娃子肯定不敢偷警察嘛。啊，咋的？你这这家把我当银行了，闹奶叔啊你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这钱丢了，我可以再帮你找。 那这揣我身上，那不行，这不是我职责。哎呀，警察哥哥，你看我拿这么多钱，我紧张啊！哎呀，警察哥哥，你我求下你了，求下你了，你说我这个钱要是丢了，那我就娶不到老婆，娶不到老婆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我去，我起来，我起来，去，从这儿看着你干啥呀？那你帮帮忙吧。没事啊。